我都记得接到一通 call 也很有意思。哎，方老师，我的车很奇怪，最近呢，行李箱都有乒乒乓乓的声音呢。乒乒乓乓到底什么声音？因为隔空抓药，我一定要问的精准啊。我就说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请问是乒乓还是哐哐？